野猪又叫山猪，毛色呈深褐色或灰色，体躯健壮，四肢粗短，头较长，耳小并直立，一般只会在早晨和黄昏时候出来活动，食性很杂，一般栖息在山地、丘陵、森林等地方，适应能力极强。草原上有一只饥饿的花豹，突然偶遇一只落单的野猪，心中暗暗自喜，又有一顿丰盛的晚餐了，于是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跟野猪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不够、中途疲软、阴茎短小、虚汗、阴囊潮湿、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，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，中药秘方调理，对症下药。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，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。花豹的感官发达，嗅觉及视觉极为敏锐，动作敏捷，善于爬树，可以捕捉树上的猴类和鸟类，也善于跳跃，一跃可达6米高、12米远，但不喜欢游泳。豹的性情异常凶猛，犬齿大而锋利，猎齿也特别发达，有利于擒获和撕扯猎物。但这次花豹怎么也没有算到半路杀出第二只野猪，所以看清情势最重要，鲁莽注定会害了自己。